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韩沈胜，今天我要读的书是《紫色》。那开始读吧。Bookworms colors 紫色，葡萄是紫色，翅膀花是紫色，采花吧。梨子是紫色，咬一口吧。长袍是紫色，穿一下吧。气球是紫色，抓住气球。鞋子是紫色，切一下吧。海蜇是紫色，你看。果汁是紫色。喝吧，天空是紫色，小心。气球，生词，气球，茄子，花，葡萄，海蜇，果汁，李子，长袍，天空。现在流利一点儿读吧。Colors 紫色，葡萄是紫色，吃吧。花是紫色，采花吧。不对。李子是紫色，咬一口吧。长袍是紫色。穿一下吧，气球是紫色，抓住气球。茄子是紫色，切一下吧。不对。海蜇是紫色，你看，果汁是紫色，喝吧。天空是紫色。小心，生词，气球，茄子，花，葡萄，海蜇，果汁，李子，长袍，天空，下次见。